还有做了什么事？他又把小贝贝拿进去了。哎，哇，你在干嘛？你想帮我擦地板？如果我现在怎么办？被我发现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再想办法。我带你，你快拿出来。我弄完了，帮我。汤姆，你在教室？你好烦哦，你。穿进来的吧，应该完全无视我在这里。